当您的孩子第一次学习数字时，您可以用拍手来增强趣味性。您可以这么做，您每说一个数字就拍一下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孩子就跟着你一起数数和拍手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在孩子学习时，您可以试着介绍新的大的数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往上数。依次说数字是学习数数的第一步。